哇，咱们公司这么大呢？那个有电脑的就是你工位。好的好的，今天就开始上班吗？今天周日不上班。那我是任何位置就可以撤了吗，领导？拿着这个，把这块工位擦一下。啊？啊什么呀，你这刚来很差工位，难为你了，这都是公司规定的，谁来不这样啊，你要是不愿意可以不用来。什么破规矩，还要擦出锅子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领导，我说我擦两遍，我那个有洁癖，我给他擦两遍。我能擦两遍还在你这儿干呀，测一下公司网速，不行不干了。Hello， 你在干嘛？哎呦呦呦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刚擦了半天了，我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。你在玩游戏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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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打开就是这样的，我都没碰它。哦，你是哪位领导啊？我新来的呀。新来的？嗯。你这个玩的是什么呀？下棋。下棋？那哪个是车哪个是炮呀？你觉得这个像象棋吗？那你可以给我玩一会儿吗？你会吗？我不会。那你玩个屁。你可以教我吗？你是不是很闲？你要很闲就去把那桌子椅子擦一下行不行？嗯？啊什么？刚来公司让你擦个桌子难为你了。你擦完让你玩一会儿。是不是新来的？你去楼下小卖铺买点关东煮吃呗。我不饿啊。哎呦，我饿了呀，我付钱，然后你买回来我们一起吃一起玩行不行？玩这个吗？啊，你说你输第几把了？那你一直在吃东西，你也没教我怎么玩啊。这玩意儿能教明白吗？全靠悟性。你太笨了，你没有游戏天赋。低头低头低头。那个领导，我都擦完了，然后吃点东西就走。擦完了就赶紧回家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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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领导都不认识啊，还来上班。别玩了，分都被你掉完了，我回家了。哦，那我也回家了。你去地铁站吗？我给你捎过去。地铁站。嗯，哦，你坐公交的呀？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明天还来吗？我肯定来啊，我在这上班啊。那你明天接着教我下棋呗。你这么喜欢挨骂是不是？那也行，那领导不发现就行。嗯，拜拜。拜。我要像梦一样自由。我操，库里南呀！尝过后悔的滋味，金钱地位我到了却好想退回，假如我年少